大家好，我哋今日嚟到京都大酒家参加名为花好月圆夜歌舞迎中秋嘅2016中秋晚会。等我哋访问一下我哋嘅筹备主任。大家晚上好。这次咧中秋晚会咧系咧由咧巴拿马华人 TVP 同埋巴拿马咧唱响世界群两个咧歌手大群咧嚟主办呢一次中秋晚会噶。咁呢次中秋晚会咧就好多谢咧咁多赞助商嚟支持我哋，同埋咧呢班歌手都系喺2016年巴拿马卡拉 OK 喺巴音同乡会得过作奖嘅歌手，同埋仲喺2016年咧中华总会比赛卡拉 OK 咧嗰啲得奖歌手。都是有實力的。咁搞呢場中秋晚會咧，大家咧都好通力合作，啲贊助商同埋我哋八位籌委會嗰啲人咧都通力合作，將呢次晚會咧搞得咁成功、咁熱鬧。咁咧希望咧下年咧就再接再厲，為大家呢啲歌手同埋巴拿馬呢啲娛樂大眾咧，帶俾大家一個歡樂嘅平台。多謝大家。